识货之人拣 Sammy 拣嘢正啊！我食乜嘢？耶！嚟到星期五啦，听日又放假啦，咁所以今日可以 happy 下，饮翻杯咁样。有你咪你可唔可以唔好要我朝头早就怼走先得噶？上次话手工啤太劲，今次又拣咗啲十点几啊，得噶，十点又饮酒，好工友啊嗰个感觉，系咪暴露咗我平时生活咁嘅习惯出嚟？好工友啊，大哥，好啊火啊，唔知我感觉好啊火，但系嗰种啊火。我的感覺是什麼呢？是未睡覺的，即是十點多未睡，所以他還在喝臨睡之前那一支，那種感覺太麻甩了。不是上次你說手工啤太厲害，今次這個都不是很厲害，這個很很 mild 的，很多女仔都會選的，這隻平時都會很好味的。是不是沒有酒精先？有酒精，有啊，就是。點解要四點幾？十點幾咋？唔係你而家試完，大家睇完，收工咪去飲咯。我想我諗我食翻毒品，即係嗰啲孔雀石綠皮箱啊，嗰啲 OK 啲。即係嗰啲好似好啲，我 feel 到你嗰個係逐個器官攻我嘅，即係食啲過鹹嘅嘢食啊，過啊辣條脷就攻辣，係啊，腎就攻鹽，係啊，肝就攻酒。总之攻到五脏六腑死为止，你嘅嘢慢性啊！咩啊？今次系呢一样啊！今日试嘅系苹果酒，苹果酒啊！呢、這个好多女仔都中意嘅。诶、欸，谢谢。我又唔见，我唔见人同佢结婚、啊，好多女仔中意，我唔觉得、啊。系咩？系啊，我唔觉得好多女仔中意。Cheers！ 我冇见过，我冇真系我冇第一我冇见过人同佢结婚，系啊。這個因為它的口味比較容易入口嘛，蘋果酒又甜甜地咁樣，又酒精又唔係好高，4.5%。咁你咁講，唔係好多女仔中意，有啲女仔中意飲酒，然之後去到酒吧度，咁又想有啲女性化嘅女仔可以飲啲，我好 specific 嘅呢方面。酒精唔少喎，係咩？4.5%，啤酒咁多咯。哦，啤酒都唔係好多啫。啊，唔算係嘛？啤酒差唔多。啊，你個人又幾衰嘅喎，三點幾係咪？咩四至六都有嘅，五通常五啦，你攞個中位數啦。啤酒通常都係五嘅，咁啊四點幾其實都高嘅。哦，原來因為佢嘅甜令到你覺得同埋要通常呢啲有時可以加冰飲㗎，因為佢太甜啊嘛。所以咧，佢呢個咧有一樣嘢，如果女仔咧就咁飲嘅話咧，好容易會俾人呃嘅。嗯，係啊，因為你唔覺啊嘛。係啊，係咁飲係咁飲咯，四點幾5%即係同啤酒一樣啦。你飲兩三支差唔多。都到啦，到噶啦，即系等于兑咗一支啤咯，系啊，系啊，三支就三，即系我谂即系，如果一支等于一支啤啦，一样啦，四点几啊嘛，咁你以为诶好得意，好得意啊，两支啊，咁你就醉噶啦，系啊，如果男人嘅话又争啲喎，吓，系啊，点解咧？个味道，男人要嗰啲咁甜，系啊。好衰啊！佢嘅嘢，俾阿火笑啊！俾阿火笑你啊！如果你饮呢个，系咪男人行？好甜噶呢啲，如果就咁饮系。阿火，我饮日本啤佢都笑我啦。吓，佢硬嘢噶嘛？咁啊系，泰国啤啊嗰啲嘛。佢要，不过唔系佢试我哋试过一次，亦同讲我哋去泰国，佢去泰国饮真正嘅泰，即系佢话真正嘅泰国啤系好近噶。是嗎？即真正的意思，即是说他不是那些大牌子啊，嗯，因为他的脑里面想着他觉得小牌子没人喝的那些就是好，就是地方，哦，手工啤，我都没见过那些牌子的，香港那些，嗯，所以这个是有点尴尬的，即是他是，甜和酒中间，嗯，好啦，那么试试，哇，苹果汁味来的，哎，好甜的苹果汁，啊，有啲哈拉波子嘅声，哇！女仔真系小心啲。其实近，但系就好甜。我饮唔到有酒味啊！哦，我净系好重嘅苹果汁味啊！佢都有加啲糖啊，果汁。咁想问苹果汁佢有几多糖喺里边咧？啊，佢冇写啊，佢冇写个 percentage 有几多？呢个反而我觉得女仔最担心嘅，反而唔系酒精，我觉得佢反而最担心系肥，因为佢本身啤酒已经有佢个肥啦，因为佢好重，因为佢用呢个咩啊？槐花去整啊，佢好重 starch 噶，所以其实饮啤酒点解比其他饮嘅酒会肥咧？因为佢入边好多 starch 啊。第二就系因为佢有酒精啦，而 alcohol 嗰条链咧，如果即系。我又上腦添，嚇好少啊！你真係，哎呀，我已經冰冰地，係啊，耍醉拳咯，搞唔掂，係搞唔掂啦！哎呀，十點幾啊，大佬，十點都未到啊！你今朝有冇食早餐？梗係冇，邊食早餐？
跟住不過其實應該冇理由咁快嘅。跟住然之後咧，跟住然之後咧，佢個所以佢兩樣嘢有酒精有糖，所以佢甚至有酒精有糖有starch 有澱粉質，所以咧佢依三樣嘢咧都係令到呢杯嘢比普通啤酒更即係更加容易肥啦。係啊，你明白我意思嘛？佢亦都比普通蘋果汁肥，因為佢有三樣嘢就係酒精。多咗 starch 啊 ，starch 啤酒啊，我唔知佢如果佢真系如果佢话唔系，我净系用苹果嘅苹果果酒咯，冇系冇直头冇坏分，冇麦嘅系啦。如果佢系啤酒嘅话咧，咁会有 starch。咁如果佢咪三样嘢，咁啊呢个你睇下佢自己嘅成分嚟做。不过我就提醒你啫。如果你话少女嘅话咧，就小心啲啦。小心啲，系肥啦一嚟，好似你呢啲就可以啦。因为都有得佢啦，唔系喎，佢话好危险啊，冇人请过饮呢啲酒噶。好安全噶，你又唔係，係因為你個人本身危險。當你個人本身危險多支酒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咁嘅情況會出現。同我一齊飲嘢嘅話，可能其他人好驚咯，其他男仔會好驚。千祈唔好清醒我，依條女要清醒啊！七點啊！唔係依個啊，我睇住佢冇俾佢醉。係啊，咩都得，呢個唔得啊！咁啊頂啦，危險啊，危險啊！我朝頭早彈唔得呢個。太甜啊！其實佢啃嘢嚟噶，酒精又多，即係唔少啊，又甜。好，呢個實有咩新嘢？係嗱，呢個你都覺得好少女啦，但係新嘢就更加少女啦，因為佢不論顏色啦，或者個口味咧，都更加 lady 嘅，咁啊，所以俾你試下，可能你分分鐘由 Hello Body 咧，要翻翻阿加斯咁樣噶啦，變翻小姐噶啦，試下先。今日嘅新貨係玫瑰味蘋果酒。哎，玫瑰味蘋果酒。佢個支咧係粉紅色噶，又俾牌子出嚟，笑咩？本身已經玫瑰咯，蘋果加玫瑰，而家再蘋果喎，呢個真係好令人擔憂喎，呢個加玫瑰啊，係啊，玫瑰味我成日認住係啲花露水嗰啲味嚟，係啊，好多男仔都會覺嘅。佢呢支已經係花露水啦，你睇佢攞出嚟呢支咪就係花露水咯，你成支抌喺度噴下先點啊？呢支咪就係已經係花露水咯，以前啲鋪頭攞嚟，有咩花露水得過花露水？就是蘋果，就是呢個啦，就係玫瑰味的蘋果酒，花露水啦，呢個係，哇！玫瑰咧，我硬係覺得同荔枝味係好夾嘅。Rose 嘅酒係咁樣嘅色嘅，好多女仔都中意呢個顏色喎，靚啊嘛，影相又靚咁樣。呢個色係好有雍容，好雍容咁樣。係啊係啊，呢個粉紅色咁樣。佢出呢一個都係想話俾大家好 casual， 但係又好 elegant 咁樣。點解酸酸地嘅個味？你覺唔覺？係啊，就。即系呢个系甜嘅，呢个甜啲，苹果香啲嘅，但系粉红色嗰个咧，个味带酸嘅，玫瑰啊，因为我闻就闻到玫瑰，喂，佢好淡啊，怪怪嘅，嗱，佢咧因为咧苹果味咧就冇咗啦，咁咧而嗰个玫瑰味有啲涩啊，哦，即系佢个玫瑰味涩涩地。喂，佢好似冇玫瑰喺里边嘅喎，佢冇写啊，佢冇写啊。唔系 rose 酒系冇玫瑰喺里边嘅，哦，佢系嗰个因为颜色系嗰个葡萄皮啫，攞咗佢个颜色，所以佢唔系真系玫瑰花里边。哦，唔怪冇玫瑰味啦，系啊，即系佢唔系玫瑰酒嚟嘅。你 rose 酒系因为个提子吓个哦 ，rose 其实唔系解玫瑰嘅，唔系玫瑰色啫嘛，哦，唔系用玫瑰落去浸噶酿噶，哦，所以呢个都系苹果酒，不过佢就。有結尾咯，哦，因為佢皮提子，嗰個提子皮，哦，原來咁嘅，唔怪之咁結啦，因為咧提子咧有提子皮咧，個提子皮係賦予佢個單寧啊，而嗰個單寧咧，其中有一種好脆，如果好個提子個皮啊，就係俾你有結嘅感覺。咁佢所以咪夾咯，即紅同白酒嗰個味道唔一樣，只一個皮，係啊，色素係啊，個單寧唔同啊嘛，係。咁啊，呢個好重，好重夾味喎，係咪？你唔好搞我呢個，你唔好你搞翻嗰個，你唔好搞我。你吹呢個，成支啊，有冇大鑊喎？啊，魚同你襯咗衫喎，今日係喎，係喎。哇！點啊？好酸喎，我覺得，嗯。酸涩啊！哇，你做咩啊你？我豆只大姐知哇，咁佢原装好味啲喎。唔系，因为原装佢甜啊嘛。系啊，原装咧，原装苹果味亦都香啲噶。原装系苹果味嘅，佢呢一个就冇咗苹果味啦。冇咗咧，佢就有种涩涩地嘅味。酸香槟啦，系啊，酸香槟，酸嘅切香槟啦，汽酒咯，汽酒咯，系啊，系啊，系啊，我唔得，我应该。喂，但系如果以汽酒都唔平噶，如果呢个扮到汽酒咧。
好似抵饮喎。汽酒我最中意噶。因为嗰阵时候咧，逢亲啲人生日咧，我就买支汽酒上去就扮、啊、扮香槟噶啦。读大学嘅时候嘛，六十几蚊啫嘛，好平啊！我哋成班大学嘅同学，我哋去红磡嗰边，因为我哋三十蚊都有啊，三十蚊都有，三十几咋？便利店有卖噶，便利三十几，六十几贵添啦。系啊，三十几蚊。嗰啲汽酒系其实啤酒咁嘅酒精嘅啫。系啊，如果你谂住平时真系香槟系咪十五啊？系啊，十几噶。香槟好似十几嘅，即系啤酒五六咁啊。嗰啲汽酒其实系啤酒嘅浓度，所以你饮极都冇香槟嗰只。我只能系啦，我只能够讲佢个名，佢个颜色系 O K 嘅，但系味道就即系我宁愿佢要原本嗰个苹果味，即系因为佢原本个苹果味系甜嘅，咁所以都 O K。系，但系如果佢呢一个就可以话系即系个颜色咁样就。但系譬如假设啦，如果有人好似唔中意饮咁甜，哇，好在会唔会选择新呢一个咧？即系嗰个我系咩啊？即系有可能有人会觉得佢原本太甜嘅，咁佢而家可能就系出一个冇咁甜嘅嘢俾你。就帶酸咯，即係俾多一個口味，即係平香檳。平香檳係啦，平香檳。咁如果你想飲平嘅香檳，就去翻買三十幾蚊支，去翻買三十幾支就得啦。嗰三十幾支咁大碌啊，大佬！嗰支啤酒，大啤size，嗰支葡萄汽酒咁大碌，三十幾蚊嘅喎。除非呢一個係六七蚊啦，咁啊佢就差唔多得啦，得啦，過十啦呢啲，舊嘢都唔止啊。所以要睇下嗰個原本嗰個目的啊，即係味道嚟講咧，原本嗰個係 OK 嘅，因為嗰只苹果味好香，同埋好甜嘅。唯一系如果你话少女，即系你一开咗，少女中意嘅，咁啊少女，我要提醒你哋啦。除咗酒精会令到你乱性啊，系嘛？佢谂起我猜讲乱性啫，好危险啊！谂起都开心啊！啲嘢收埋，冇俾佢饮，冇俾佢饮，一滴盖都有一滴。我讲乱性嘅啫。佢又好享受咁樣咯，已經好中意亂性啊！好想收埋一支喺自己度，係啊，佢收埋佢，收埋佢，擺喺你嗰但係啲 cider 咧唔係支支都甜嘅喎，有啲英式再正宗啲咧係會苦苦地嘅，所以都係口味問題喎，唔可以為 cider 就一定會甜。都一樣係唔同嘅牌子咧，牌子係啊，呢一個都係好甜嘅，即係如果你少女嘅話就係小心肥啦。咁至於呢一個咧，我就覺得有啲尷尬啦，即係唔知放佢落邊個位度。而家同埋依家少女好揀擇嘅啦，係啊，係啊，唔係立亂平嘢飲嘅，食嘅好叻添啊！好睇下究竟呢個平唔平啦。好嗱，舊嘢咧蘋果酒就係賣緊16.9一支嘅，330ml 呢度。邊你點啊？超市係超市買嘅，兩個都係超市買嘅。16.9，咁你覺得新嘢要更正啦，新嘢就咁 Rosé 啦 ，Rosé 粉紅蘋果酒咁樣啦，新嘢就幾錢呢？粉紅蘋果酒啊，即係第一件事係冇玫瑰花喺裏邊啦。首先係冇啊，冇呢個紅馬啦，紅馬啦，即係加咗啲嗰個提子皮，提子皮啫，係咪？咁啊，我覺得佢加咗提，哦，即係蘋，哦，即係係我突然間，我而家開始又清醒翻啲啦。係喎，佢咪即係生咗酒，即係兩種味啊，其實係啊，你即係兩種生果。佢話佢加咗 the flavour of juice red berry red 嘅 berries 啊。哦。系啊，即係加咗提子咯，加咗啲berry 啦，哦，即係 berry 味 ，berry， 所以酸咗啲，就冇啦，所以唔怪之酸啦。個 base 係蘋果嚟嘅，蘋果酒嚟嘅 ，base 蘋果酒嚟嘅。咁佢有冇加提子皮俾佢咧？佢冇講提 berry 實有皮喺度啦。佢係啊，佢 berry 咯，佢又有加咗兩種啦。哦，如果唔係三種嘛，我攞哇喂。雜果喎、啊，分子，就是啊、你就係分子，你就係雜果咁樣嘛？你加加你諗係咪？又蘋果又 red berry 又 red berry 啊 ，red berry 真係排咁樣啊嘛？加加埋咪品子啦，品子啊！拎我啲樽啊，我坑人樽啊，我爆樽啊會，呢個12啊，唔吸引啊，反而跌價喎、啊，唔係因為佢嗰、那個。其实你问我一支咁嘅饮品，我觉得12是啱。不过如果其实，出酒吧饮就唔系呢个。酒吧咪咯，酒吧另计啦，酒吧就咁。如果你又买嘅，即系因为我唔喜欢佢嗰个原因系因为佢冇咗佢嘅特色啊，即系佢嘅特色系应该更加适合女性。系，咁佢依个唔系更加适合女性，再加上系颜色适合，而个味道咧，我觉得唔适合女仔嘅，因为女仔。会觉得佢酸的，但女仔喺酒吧咧，好惊见到黄色嘅啤酒嘅，所以你见到有啲人饮啲好大杯嗰啲啤咧，即系叫 wheat beer 啊嘛，麦啤咧就多啲花香啊果味嗰啲咧，好多女仔介意系因为金黄色嘅关系。点解啊？咁啊拣，因为佢觉得黄色啤酒系马拉佬咯，
熱啤啊！即係嗱，你講緊呢一個 cider 唔係熱啤，唔係熱啤，即係嗰啲啤酒黃色唔中意。你黃色點解似啤酒？似啤酒㗎，啤酒。你唔係停一停先，你係咪飲咗啊？先冇啊！你阿 Marco 話嗰啲顏色唔同，佢話熱啤啊！我諗起幾時講熱啊？嗰個顏色嘛，熱啤咪即係咩咯？溜溜咯。大家都知道大家的颜色的、啊、即是会想起那个颜色想起哎我妈妈上面很少有的你咪饮了刚才为什么出面是不是有一箱乱了吉樽在这里啊是一箱饮剩一支啊你咪有吉箱饮剩两支啊剩一碌给你人家讲的颜色做什么鬼面不是酒吧女仔是会揀颜色饮的如果很麻烦的啤酒她又想揀譬如浅色一点淡色一点粉红色那件事好像少女一点嘛、哦哦、总之不同我觉得是颜色是很取决的那都是因为喝啤酒太过麻烦了麻烦了那种感觉就是喝啤酒就是麻烦了樣、啊、不过现在又 有另外一个睇法，早我谂早十年有系，我发觉而家近呢十年，我见到身边啲女仔豪气咗，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去做嘢啦，咁啊对 cool 咁样啦，有男有女咁样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去到转 location， 转新 location 咧。有兩個女仔就負責即係可能係長毛啦咁樣，咁啊，因為而家嗰啲工作真係嘅，以前咧好少長毛係女仔嘅，而家攝影師又有女仔，長毛有女仔，即係每個崗位都有噶啦。係啊，咁跟住之後嗰有兩個長毛，我哋買啲嘢飲，咁啊好啦，咁啊佢買嘢飲啦，咁啊兩個女仔四袋嘢飲。摆摆喺度，咁啊有好多 cool 其他啲麻甩仔，因为嗰对 cool 而家有好多 cool 都系好后生噶咯，咁跟住咧一放低嘅时候，嗰两个女仔第一个就有冇人饮啤酒，佢一嗌有问紧嘅时候，佢就开咗罐自己饮啦，另一个咧樽装我呢度有，噗又开始，嗰两个一个人罐装一个人支装，跟住然之后佢一开完自己怼嘅时候，其他所有男仔 cool 行埋去，全部攞茶饮，即系嗰个状态。哇哇哇！即係個世界改變了，此消彼長啊！係啊，嗰個一個就諗女仔飲，一個飲支，佢兩個買噶嘛，咁我咪應該買啱自己啦。所以第一個就飲啦，其他嗰啲 cool 行埋去就個個攞茶飲，嗰啲少男啊，係啊，又執籤籤啊啲少男啊，受唔到啊！係啊，不過嗰個型。那個感覺，現在的女仔好像不是、啊、所以你剛才那兩盤是你的，我想出去 check 過了，有兩盤吉樽在這裡按回沒一分，你在笑一笑三下，那兩盤全部都是他的，哎呀讓你知道、哎、呀我以為有一盤是阿 Y 一盤是阿正，當然不是啦，很明顯兩盤都是你，識貨之人要試一試東西先再讓你試的嘛、啊、是不是，是嗎，我不嬲都系噶，我希望快啲有一日有 care， 我真系想有 care。悲伤嗰啲，系啊，但系口吐白沫咁样，大哥今日俾你蚀悲伤，我自己怼咗先。系啊，咁多分钟未死，冇事。你佢好明显真系醉咗，好明显醉咗佢嘅。你睇佢讲到呢度，冇好，呢个讲啦，好。旧嘢十六个九，新嘢值几钱咧？呢个粉红啊，应该话头先呢个冇咗、那个粉红苹果酒，冇咗佢原本嗰、那个咩啊？原本嗰个特色啦，我都系讲佢甜啊嗰、那个，佢只系个颜色合。如果佢其实颜色而呕翻，其实佢 rose 都要 keep 翻颜色啫嘛，佢唔好落嗰个咩 berry 味，系咯，唔好落个 berry 味得咯。佢 keep 翻佢住嘅嗰个苹果甜，纯转颜色啫。系啦，呢一个就啱晒啦，十二。今日新嘢唔抵食啦，因为新嘢同旧嘢系一样价钱，都系十六个九嘅。咁啊呢个，不过可能嗰啲即系普通期间限定嗰啲系嘛？佢又冇讲呢个，佢冇话会出几耐咯。不过前排佢系先喺餐厅度推出，系呢排十二月先至开始喺超市有得买呢啲支装咁样咯。系、哦、啊，咁佢冇讲话可以出几耐咁样咯。哦，咁啊耐唔时都有呢啲系啦。之前有一只啤酒咧，又系噶，无端端出咗只粉红色，又系净系喺酒吧先饮到嘅，系、嗯、好多女仔追捧嘅嗰个。你知唔知啊？你啲唔知啊？唔知啊，女仔酒、啊。你睇，你睇，你唔系唔系嗰只牌子男仔噶，本来嗰只牌子。H 字头，系啊，冇错。H 字头。H 字头啊！出街平噶，系啊，出街平。有时揾你饮噶，要啊要啊。咁大杯嗰啲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大嗰啲。所以睇年纪噶啦。咩啫，大姐？呢啲，我哋好明显硬咯。我哋几个，我哋几个 generation 咗啊！廿五啊，佢系咪想死啊？佢喺台上面都系咁讲，佢廿五嘅，佢冇娘家人啦。咩？系啊，喺我嘅年代，呢啲叫霓虹姊妹花。一个妈妈带个女女出嚟同啲 uncle 食下饭，霓虹姊妹花。你咁渣，你出啲猜翻盘先啦。一个妈妈带一个。
唔得噶，你咁样咁气势噶，你咁渣你出先，咁样噶要，咁渣你出先。你喂，你两个冇咁啦，你两个质素做唔到母女噶啦。我哋做唔到母女，我生得佢出啊。我咪就系话俾你听，佢得跳舞嘅舞啊，大姐系咪？唔系啊，做母亲嘅舞啊。你讲乜嘢啊？即系做唔到好靓嗰啲跳舞。头先我咪佢讲佢系佢阿妈，你系女嘛，咪冇女嘛，坏女人啊佢。果然系坏女人。你咁嘅你，我真系惊佢有珠片万礼服喎，真系会。我睇下同你出去玩，佢着呢件衫出嚟。都有都有，佢一世佢一世不断都系做花，唔系 sorry 花女，做姊妹。姊妹。系佢每一次姊妹都系着嗰套嘅，系啊，晚晚做姊妹。就姊妹花啦，咪谂住。好啦，你一个啤酒啊，佢哋两个都知得多嘅，霓虹姊妹花就唔够喉，仲想听《中霸王》？快啲上881903.com 听翻节目重温，《中霸王》。